史上最高的奖金耶！哇，四十，还有一圈41，41啊，3，身体要靠在玻璃上，不能翘屁股啊！好烂！CD 有我们五个人，有我们五个人哎。因为《饥饿游戏》唱的一首单曲哦，《饥饿游戏》主题曲，所以是我们五个人一起合唱的。哦，那我们就等于我人生要跨第二个团了。这趟对我们的人生来说，这是最棒的回忆。人生的困境，只要你克服了。就是你未来的喜剧。你看我那时候多可怜啊！你看我们这样的，可是你回想起来都好笑。饥饿游戏7周年澳门特别企划。这两周应该是所有饥饿粉丝们跟观众朋友们跟我们最开心的时刻，引颈期盼。7周年真的老实讲真不简单呢。对啊，对啊，一个外景节目我们到处去征战了那么多地方，然后7周年我们来到了澳门，真的。而这个今天参与7周年的来宾也很重要，真的有第一次来到我们饥饿游戏的李罗罗哥。不简单哎，对啊，7年之痒我来一次痒，一定要来一次来止痒，就这一次最痒的时候来，真的哦，好难得，太感谢了啊！但我觉得他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，就是他身旁这位美女，哎呦，欢迎紫嫣，哎呦，再来吧。我早干了，我早干了，对对对，你早干。上次其实有来上过我们节目，只是上次来没讲什么话，当关主啦，未来骰子，对，未来骰子，而且刚好不能讲话，对，那那一集他们不能讲话，对，打才可以讲，今天尽量讲。那这边的朋友是来看好戏的啦，我们这边都是老朋友，就不用多做介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来最重要，我们有一个目的，对，我们大家都想要来看怎么跳澳门塔，没错。在讲这之前，我真的还是要我们这边的所有人，还是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就是这个这一个月以来哦，大家都非常努力的，就是在帮我们投票，就金钟之前，而且是还自愿的到各地拿着我们的牌子到处去拉票，让金钟可以在这个金钟58的时候拿到人气奖项，真的很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履行承诺了。到底这个澳门塔呢是什么样的状态？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澳门塔呢，它的高度呢总共是223公尺，一共有61层楼高，然后58楼呢是主要的观光的这个组成，它呢有一个360度可以看到整个澳门俯瞰全景的透明地板，哇！然后在59楼呢有酒廊跟咖啡厅，60楼呢有360度的旋转餐厅，有中国菜啊，这个葡式料理通通都有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待会主模要跳的是61层楼。哇！大家还没讲过话哎，来，7周年特别企划哦，会分成上下两集 ，OK， 然后分完队之后，两集就不换队员哦。哦，好，两队的队长是由饥饿团队票选出来，最想被他请客一起吃饭的两位，最想被他请客，对对对，就是仁甫跟孟哲。哇，最想被我们两个请。上集就是今天拍摄的过程当中，各队要去执行任务，成功就可以获得饥饿钞，哦，饥饿钞的币值就是港币 ，OK， 然后可以自由充饥，分量不限，但是消费要使用饥饿钞，或是队长亲自掏腰包付费，哇，就这两种，那都很 OK。那还行啦，对啊，很会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用饥饿钞就饥饿钞，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钱呢？因为今天上集统计饥饿钞较少的队长，要请两队吃晚餐。这两天已经先请一拖了，之后然后结束还要再请一拖大拖的。哎，对对对，今天就是两队大哥说了算。哎，对，所以我们说了算嘛，今天都不吃，我们讲好讲好都不要。我们今天的特别计划就是玩完再吃，而且玩完再吃，而且你会发现，只要是我们三个人，好，我们三个男生如果要三选二，
反正不管怎样，一定都会有人扶。因为老二是最可怜的。为什么这样嘛？因为老大就要么就有啊，那个老大，要么就是老幺。上次那个大哥说了算，你也有？啊有啊，那我连两次啊。团队投票啊。哎，美三呢嘛？最想跟你一起的。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跟你讲，在场的每一个，今天我们吃什么，你们通通都有。他们想跟你吃饭，对啊，也受欢迎啊。但是没关系啦，那个我们已经谈好晚餐那个优惠价是1000元港币啊，然后饥饿超是队长保管，到时候要买东西付费的时候是队长来跟我们接洽，资历高的就是罗哥跟鞋子，所以人福队有罗哥，孟哲队有鞋子。这样可以。我们两个拆开了，我们两个拆开了。罗哥一定不会让我付钱的。那罗哥先往那边站好了，这样子。先往人府那边站。好，再来是花花跟圈圈，人府队是花花，孟哲队是圈圈。啊！一个说是外景工作的时候不吃东西，一个是工作的时候要吃很多。再来是雨山跟游戏黑洞摆脱的嘛。朱雨魔嘛，然后人不对是雨山。哦耶！耶耶！朱雨魔，我们这边好强。等一下，他上次游戏黑洞摆脱是因为另外一个真的太烂。李维峰啊，他跟李维峰比，他不是李维峰太烂。哎，我上次咬那个橄榄跟灵犬莱西一样。喂，所以剩紫燕跟小极炫。对。好，紫燕跟小极炫怎么分？然后人不对是紫燕，然后孟哲对是小极炫。啊！哎呀，你怎么会把有爸爸在，怎么会把妇女摆在同一组呢？哎呀，应该要拆开他们才会死，因为他才会不敢用力玩游戏啊，不敢拼啊。可是我女儿就在那边，我怎么玩？怎么想？对呀，谁让女儿在难堪呢？他可能会害这我们，如果我在另外一队，他可能会害放水，然后这队就会输掉。还是同队好，同队好了，同队好，同队好，同队好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有两个路线的 A 跟 B。我 B 好了 ，B 我选 B 了，好了，没有 B。哦，打开，是什么？旅游塔，澳门海上游，沙滩，黑沙海滩，大三八牌坊。哦，不错哎。我们的是澳门塔，然后澳门渔人码头，然后去澳门大赛车博物馆，哦，然后再去议事厅前地。大赛车，最后的点是差不多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学进澳门塔。太久了啦，开心啦，对，好不好？换制服。哇！主谋状态不太好。哎呦，哦，好开心，好漂亮。刚刚坐电梯上来的时候，是头顶的电梯的门。我觉得主谋的心情有点搞错了。对，主谋现在他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我们大家要惩罚他做这件事情。对，但是他的心态要改变，这是一个感谢的一跳。对，没错，十几万票，哎，没错，你要抱持着这种161，谢谢大家十几万票，谢谢你们，我来了，这种心情。129000多票吧。对，我们在这边，好了，赶快了，赶快你赶快穿衣服了，我们要看你跳了。没有啦，这一关还有，这边还有关卡，还有关卡。不是上来就說，我们不是要看你跳，我们这两天不就是看你跳而已吗？没有，还是先。好，那你让他顺来，让他顺序，好，来来，准备好了，让他清气。澳门塔的游戏规则是，每人要完成一个不同的指令，然后就可以依照难易度获得不同金额的饥饿超。两队都要，对不对？这个是100饥饿币的，这个是200饥饿超的。这个是坐在那个台子上，这个是你要人要跨到外面的，跨出去外面。它也是吊在上面。这个还是在台子上，它还是在玻璃上面啦。往外，然后跳下去的是400。跳下去？我还有跳下去的？有啊，只有一个。对，就一个。我跟你讲，身为一个队长，怎么样？你们谁做这个，除了得到饥饿币之外，是，我再拿现金出来。多少？200的，我就拿200。是，那人家都试出诚意了，对啊，不该。你打我，打我。我也试出我的诚意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关，我们就大家直接去楼下吃东西。我们大家都不要跳，不要那么辛苦。算了，对不对？也不用付钱。
还要弄这个才有钱，为什么啦？花钱消灾哦。你好像没有了解游戏规则，如果你直接下去，你没有得到鸡儿饼，今天最后结束，你还是要请大家吃饭，因为我觉得在这上面，搞不好我会被恐惧跳的那一个。神经比较重要。哦，你是怕这件事？我是怕这件事。你要不我怕他们会在那抖说，哎，队长没有先跳一下。那我们用，我们就后面先吃东西。对，你还是要先选那个四百块跳下去的是谁？四百块一定要有人跳吗？对对对，要对，一定要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我再确认，那个跳是四百，四百。然后这个是各两百，这个两百。哎，那我想想，我不能全部的人都比如说做两百的。哎，我也不能要做不同的。哦，只能拆开了，一个四百的只能一个啊。对，我们这样放着啦。然后这边就这边你放四百是哪一个？四百就四百，这边四百，这个就是高空弹跳，就是要跳的。四百等于是自愿意啦，好不好？大家自己站，好不好？就一二三，好好。哎，罗哥跳 ，OK 啦。我都还在犹豫，你就跳过来了，真男人！你不是选好了还是没有犹豫？没事，选好要跳了，你就这里啦。谢谢小吉炫。你不能逃了，因为你自己在那个位置。我刚刚想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，你们两个。慧琪，慧琪躲超远，你到底你有什么贡献？我就问。那我跟你讲，你可以不跳，但你要选那个，你至少要选，你要两百的。对，你是，对，你至少要选两百的，两百的两张选。我先选这个，我先选这个。对，我选。你怎么烂呢？你选这个干什么啦？干嘛这么的吗？你要去选两百的，两百的。那我们就这样了。OK OK， 好，你就这样了。这一天把我抓住，我最棒的角色。对，太危险了吧？危险了，我选。你选了。这个真的很危险。那你在旁边一个。我不是个单脚，我不是。哎，你这大哥怎么当？你要去那边。哎，你一开始的时候还秀肺吧，说你去拔罐准备好了，我也是去拿澳门来的。哎，你们不选的走开，我们先选好了啦。只能选一个啦，只能一个。你们这时候是不是觉得我的体力很棒，直接下去吃东西？我觉得很棒。好，我们现在分配好了，那怎么办？要怎么进行？那就就位了，就位到每个点了。OK， 好，对，算装备。有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软软的了，我的脚。跳下去就没了，还是会再补再上来？好多次，很多次。缩小腹，罗哥在后面幸灾乐祸的脸。大家呢，装备都已经穿好了。现在我们这个是我们排队顺序，一关一关的，好不好？第一组呢是我们两个人，那你们是第二组，后面就依序下去了。那当然就是你们有选择权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真的不敢跳，也不会强迫。现在啊，就是呢，有跳的话就会有，我们的话是100。有做这个动作啊，有指定动作就有。这个动作100，这个嘛，对，我捐200，我放弃。你不要啊！队长，试一下都不要，真的不行。我跟你讲，这100是比基尔币的，这100是我拿出来捐赠的。我不敢啊！可以啦，你看人家小朋友都穿好衣服要出发了，他都笑你了。哎，这个很恐怖，你知道这个要做这个动作有多恐怖吗？你看脚是这，你要先低头，然后呢要蹲下去，不要被影响，不要被影响，往前看就好了。然后脚放下去，你要悬空，你要闭上，然后等到你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先把脚再拿过来，然后站起来，然后你的人要往前，这样子才能站起来。哎，我觉得你看这种超恐怖，你看这种超，你刚刚已经完美了，对啊，你已经模拟过了，你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好，你借我钱，哎，很多女神，那你名人墙上面很多女神都有做了。我给你100块。他也给100，他也捐100。我们不要。所以你们这一组都放弃。不然你走到外面，啊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也不会强迫你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对，真的，至少要出去。对。然后如果你只要，哎，娟娟，你只要坐下，我们就赢他们100。你们在这一关是最简单的，后面都没有在叫，你们那边太久了。好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，叫不出来。我不跳。那我出去看一眼。加油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好，娟娟 go。Go。不要推下去。不会啦，他的绳子不是会掉下去的绳子啦。你的绳子没有那么长啦。加油。坐着而已，就是坐着而已。可以啦。就是坐下而已，真的。好恐怖啊！我的机器跳。
不是不是，最后一组都不用怕。我再问一下，等一下坐在哪里？等一下坐在哪里？我呀，还我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扣上去说啊，我后悔了。我如果坐是坐在这里吗？那坐在哪里？我要走去哪里？你看到白色的就是路啊，走出去啊。你要坐在外面白色的。对啊。我要走过去，我要走过去。我不行呀、啊。啊，我可以用爬的吗？不可以，我不行。确定不要？不要，帮我解开。确定不要？不要。教练，帮我解开。OK， 好好好。好，起来。我不要起来。你站起来，他才能解、啊。起来，先摸。好恐怖，好恐怖。哎，他放弃，他放弃了，真的假的？不知道哎。哎，他怎么好像又不要了？是要还不要？那不去了吗？我不要，开啊！好恐怖，谢谢，拜拜，快走。有这么恐怖？没有，每个人心理障碍不同。缺什么了？你又放弃了？我不行，好恐怖哦。不行啊！他不是坐在就是你眼前那一块，他是你要走出去外面啊，对啊，对。我不行，不行。但我觉得主模要多给我50块，因为我比他多走出去一半。哈哈哈哈哈！挑战完成，你那样就挑战完成。那你干嘛？那你敢去那里吗？我已经知道了，我还不要走出去，我就这样的感觉哪像你还要再出去才体验。那你又不敢走出去？你这张是傻子，你就是不敢。你都已经出去了还不做？那第二个动作，第二组。第二组是这个啊，对，好好好，这个就是悬空就好了，对对，脚离地，哎呀，空很痛，啊 ，You okay? I'm fine. I've been waiting for you so long. Finally, you are here. Yeah, this pose.他们好帅哦，主持人好佩服他们。这两个是很勇猛，还是说他们很勇敢？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多可怕。摄影班最辛苦了。摄影班最辛苦。看看，看这个位置，看这个位置。哇 ，Jesus！ 多推一点。哇！小弟好香哦！哇，我好佩服摄影师哦！各位，摄影师要颁奖给他了。茄子哥加油啊！茄子哥，这样，好 ，OK OK， 那我来喽。他那一瞬间有可能会晃哎。我有想要这什么？可以了吧？可以吗 ？OK 了吧 ？OK 吧 ？OK OK OK。换完要挑战了。对。先看一下风景。哦，雨山哦。还要挑风景哎。双手要放掉。可以。哦。要小心哦。哦。100块耶！100块。你要双手要放掉，放开，好掉。抬不起来哦，还要这个哦，好了，可以，好，好，有，是，可以了吗？ OK 吗？ OK 了，可以，回来了。雨山说他不要当第一个，他都 OK。对，因为刚刚鞋子哥在前面先做了，所以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，所以后面的男生啊，好示范了，我跟你讲。振作一点，那个姓朱的，你们两个好帅哦，振作点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有姓朱的，我们得到100了。对，200块，下一组是我跟妈妈。OK OK， 应该是有人陪，应该还好一点吧。哎呦，风好大哦。Hi， Hello， 我现在要镇定。开始理智。对，我要理智。哎，我们要走哪里？走这里哦。Hello， 你可以吗 ？OK 吗？可以，我也不知道。没什么，没有，我只是想上厕所，突然间。
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可以吗 ？OK 吗？不确定。对啊。确定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OK OK。其实风景蛮漂亮的啦，对，我们平室外还行，我觉得站在这里都还 OK， 对对对，重点是要你踏到外面那一圈，对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都走了，好 ，Let's go， 这样拉拉，没事没事 ，OK， 没事，可以啊，我是怕我们两个缠到哎，哇塞！哇塞！好高！哎，真的好高！哎，我们要走这么远吗？要去哪？我们就在这里坐吗？那要怎么坐？然后要怎么坐？就是走到旁边，然后身体往后躺。哇塞！这样好。哇塞！拉短一点。拉短一点。哦哦哦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好。徐梦泽，家里有小孩在等你。哦，没关系，爸爸在等你。你不要吵了，安静点，没关系的。站住，拉住。加油，加油！等一下，真的，我还没有放弃哦，我没有放弃哦，我只是准备一下。徐梦泽，不要这样啦。哦，你教练说先让绳子拉住你。对对对，其实蛮恐怖。哦，那个你，哎呀，啊，好恐怖！哎，这里好恐怖。哇！哇！外拍。OK 吗？过关。OK。OK。他那个裆越来越紧，我好想上厕所。哦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哦，成功！哇，好痒哦，这个胯下好痒哦。耶！耶 ！OK。男的，开拳的，这样。快一点。中间这样。过来。对。走过来。突然间不紧张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完全没有在管后面的景色，因为我一直在管这个东西，我只觉得。但我觉得这也不错，这个方法。对呀，因为我专注力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可以。哎 ，GoPro 拍自己 ，GoPro 你 GoPro 拍自己。下面冲枪。耶 ，OK 啊。哇，很棒很棒！哦，回来了，你们两个好棒哦！我觉得好像要先比较好，对，先比较好，因为你后你就会看人家在那里害怕晃晃，然后你要看他做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看到底下的景色，对对，你就会害怕了。所以你们两位也再次帮你们的队伍都各赚了200块，各赚200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魔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魔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！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